媳妇儿，咱一会儿吃啥呀？整米饭。哎，我不想吃米饭。呀，你死多呢，那你想吃啥？我想吃面。我天，可是面，成天都是面。我饿了，我就想吃面。那给你拌个凉面算，凉面快得成。能行吗？还有昨天剩下我鸡，给咱拌进去。行，鸡丝凉面。哎呀，美得。水开煮面，煎点花生米，煮熟的面捞出过凉水，碗中放生抽、醋、大蒜、盐，放上煮好的面条，放西红柿、黄瓜丝、鸡肉、花生碎、油泼辣子。佳哥吃饭。哎呀我去，我给你拌吧，你一会儿又拌个短袖上。好的好的。咦，这辣子又美得很嘛。吃吧。嗯，清凉解暑，太好吃了，媳妇儿。其实放芝麻酱更好吃，我觉得。我不喜欢吃芝麻酱，放芝麻酱太干了，感觉。那你给我去拿呀。起码是懂的。懂，安排。快点，快点。给媳妇儿。好。大懒蛋。快点烫。媳妇儿真讲究。把昨天剩的凉菜吃完，都浪费了。行。别看有太阳了，有太阳给你做个凉。好。嗯，好吃。太爽了，老婆做的饭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。老婆辛苦了。没事。